食堂待印的第一餐就吃沙拉。来吃下午茶，这个也没有买，就看一下它那是什么核果子，应该是那是吐司干贝，跟那旁边是什么？哦，年糕对。千层蛋糕，耶！噔，降落在盘子上。它是鸡肉，哦，蛮好吃的。它的寿司是什么寿司？番茄酱跟梅奶汁，然后它的下面的吐司有就是 cheese。蒜味奶油那种。好哦。吃干杯。这个月的升级考通过了，所以呢要从 pre intermediate 然后进阶到下一个层级 intermediate。
见哟。